所以我在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，那我出来就一直咳嗽，一直咳嗽。那我是发觉他们的救生员态度不好，嗯，后来我就骂他，我说哦，人的东西是一个态度。对。但后来他有跟我对不起，我说我接受。那他们另外一个救生员就说，这个哦，喝牛奶喝喝就没事了啦。哎，这个不对哦，那个东西吸入就是我们的肺已经受伤了，就会呛伤。对，所以我一直咳嗽嘞，我刚才咳嗽是用棉被捂着在咳嗽嘞。那东西就医生说的，你受伤就是受伤了，我们的肺不能吸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是觉得他们的团队很糟糕。那是当时有没有警铃啊？或者完全没有，完全都不知道，完全没有。他们的团队是很糟糕的。嗯、出来我差不多咳了半个钟头嘞。有没有人帮你们疏散啊？或者说怎么样？没有没有。后来就是哦，我自己因为我们在洗澡人比较少，很多人都还在那个游泳池啊。但因为我们没有穿衣服，不好意思出来啊。后来真的是呼吸困难，捂着鼻子。